问一下，我们都是老友相见嘛，你们那时候老友相见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是有跟你们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中就在一块儿，我们在北京天天聚、哦、其实我们没在录节目的时候也在一块儿。我们就是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总在一起，我们也并没有总在一起，但是再在一起就会彼此非常信任。我明白，其实这种感觉有点像发小，发小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再见面就很亲，因为大家是一起成长，一起被人认识。所以下一期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伙伴搞到这里来，就一起了，是吧？必须的。他是你的伙伴，其实跟你多少年啊？我们从2007年开始嘛。2007年开始。因为他们2007年有一个节目叫比赛出来的，对，快乐男生啊，你是在快乐男生走出来的。对，你觉得对于人生的这种，因为你们现在就用观众的话讲，就是又重新再翻红嘛，你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时间的礼物吧、啊、就是在对的时间让我们知道其实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就是因为舞台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就尤其是我们几个第一次合体的舞台是在一个海边，我们就是搭了一个木桩子，我们就站在那一个几个木头上唱歌，都那样了，天上还要下暴雨，然后我们的话筒一会儿有声一会儿没声，我说都这样了都不让我们唱歌，但是我们最后完成了一场到现在都无法复制的演唱会。哇哇，好帅耶，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因为舞台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就尤其是我们几个第一次合体的舞台是在一个海边，我们就是搭了一个木桩子，我们就站在那一个几个木头上唱歌，都那样了，天上还要下暴雨，然后我们的话筒一会儿有声一会儿没声，我说都这样了都不让我们唱歌，但是我们最后完成了一场到现在都无法复制的演唱会。哇哇，好帅耶，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没有骂过家，然后有意见不合啊，那些也会有啊。其实男生特简单，就是打一架就行了。你们会打吗？我们会有拉扯，会有推搡，都会有。反而我觉得有那一下才能一辈子吧。你有没有试过自己主动去道歉，说对不起，还是你们不用的？我们都没有过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默契。就不用真的把对不起三个字说出口，然后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刚才这个我是不 OK 的，但是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一块录节目也好，我们去出通告也好，我们永远知道对方的底线，对方的雷区、哦、对方的舒适以及不舒适、嗯、哎，我一看那边他说的梗没人笑的情况下，我就会帮忙拖一下、啊、或者说因为大家都有相互之间的默契。哎，那就是你们在一起互相之间情绪价值就拉满。是的，我们也，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我看咱们就是在比拼的那个地方相互之间抢话筒或什么、啊、我就觉得好亲切，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是这样过来，因为熟人才会这样。真的是，如果不熟的话都不敢在你面前，要么您说两句啊，对对，要么您说两句，而且永远不敢说跟拿对方什么开玩笑。对，虎子你6点要走是吗？是的是的，我明天去拍照。你着啥急啊，别拍了。婚纱照不拍了？婚纱照让他来这儿拍呀。快快快过来，咱们聊一聊，把路虎聊走。啊，对，先把路虎聊走。把我聊走感觉。我突然间发现你们戏里戏外都很会送走人。对对对。在一起多少年了？9年。9年呐、啊。义务教育已经结束了，领证已经1年了。你这样子给我一个机会看着我。啊、哦。结婚前的感受有什么不同的？A 大姐就是 A 大姐第一次。因为我结婚前后没有太大的改变了。就是我们两个现在结完婚之后其实跟之前差不多。我结婚前跟结婚后真的很大不一样。哎，怎么不一样？因为我结婚前呢，我们两个走路是完全很分开的，在外面、嗯、因为我们不想给人知道、嗯、然后到我们真的结婚了公布之后，我们就可以拖着手了。哦，真的那种感觉完全就是很开心，我们就可以完全不管别人怎么拍我们啊，怎么去看我们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然后在街上可以这样。其实你知道不太愿意聊这个结婚的话题，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很恐婚，就觉得婚姻啊，那你更要聊啊，聊到他们不害怕、啊、说说让我们听听。其实我只能说是两个人更有对抗这个世界的勇气，你多一个人，你们两个一块对抗这个世界。对 对, 对, 对，就你回家你可以两个人都比一个好，你可以抱着一个人哭一哭吧。对呀、啊、对呀、啊、抱着人你委屈了、啊、对呀、啊、会不会我听人家说领了结婚证以后一切就会当作理所当然？那不会，不会，看人，这个看人的，看人的，看人的，看人。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病友特别好，我真特别喜欢这个词儿，同病相连嘛。对，其实我们都是神经病。哎，我不是，只有我不是，但是我是，我真的是。我是又美又善良。然后咱们神经病的朋友。就反正有机会吧，就一块住院。那样说了，就如果美是一种病的话，我已经没救了。
能说了吧？天哪！哎，关系的好朋友啊！我爱他少芬，我要对他忠心耿耿啊！你也太能说了吧！天哪！哎，关系的好朋友啊！我爱他少芬，我要对他忠心耿耿啊！关系你叫来的，我跟思思姐啊，我们俩是艾佳姐的狗腿子啊，这好。然后前腿，他是前腿，我是后腿。你先，你听我的，你再来一个。对，我狗腿可厉害了，行吗？因为我夫人是你们的剧迷，她说去呀，你快去。哎呀，所以说是你的偶像对吗？对对对，因为是她带着我追你们的剧，她是比较熟悉一些。我是她应该来，你不应该来呀。你净说那话。你怎么样了？你跟人家很熟吗？啊，你踩我就算了，你还踩他？我当然很熟啊！我告诉你，现在他是我的关门了，我会站在你一边的。关门呐？没有用，没有用，我俩已经多少年的。人家都关门了，你还说？看我适合当那个狗腿子。他现在有三个狗腿子了。娜娜，哎呦，可别伤了龙体。我就想煮那个菜给你吃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可以了哈，这个我还没有试味道，跟着自己用手吧，好吧，没事。我还没有吃过，说实话，这个拐子有毒。哎，我试一下。这个人太可爱了吧！哎，怎么样，坤宁宫？坤宁宫的手艺怎么样？景仁宫的王后娘娘做的菜怎么样？我愿永远跟随。我真的太喜欢那个小伙子了，真的太可爱了。哎，我觉得杨九郎可以走了。景仁宫的王后娘娘做的菜怎么样？我愿永远跟随。我真的太喜欢那个小伙子了，真的太可爱了。哎，我觉得杨九郎可以走了。杨九郎下岗了。杨九郎惹的事儿，杨九郎来了个新腿，你可以回家了。不是，我生活中这么好的一哥们，节目里我毁了是吧？这样，我时间也差不多了，各位，我就肉也端走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要不然他会逼着我们吃的。我掐死你！我结婚前跟结婚后真的很大不一样。哎，怎么不一样？因为我结婚前呢，我们两个走路是完全很分开的，在外面，因为我们不想给人知道。然后到我们真的结婚了，公布之后，我们就可以拖着手了。哦，真的那种感觉完全就是很开心，我们就可以完全不管别人怎么拍我们啊，怎么去看我们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然后在街上可以这样。其实你知道，真的很不一样，就光明正大的。我其实经常不太愿意聊这个结婚的话题，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很恐婚，就觉得婚姻啊，那你更要聊啊，聊到他们不害怕。说让我们听听。其实我只能说是两个人更有对抗这个世界的勇气，你多一个人，你们两个一块对抗这个世界。对 对, 对，就你回家你可以两个人就比一个好，你可以抱着一个人哭一哭吧。对呀、啊、对呀、啊、其实莹莹第一次在我面前提畲族的时候，她也感动了，她说我们畲族有好多人不知道，我家那个县好多人不知道，她说我就想做一个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县的人，知道我们畲族的人，她说你们要帮助我。那个时候她就像这个小妹妹一样，其实就已经感动了我。真的希望莹莹的美好的愿望通过我们的唤醒环游传让更多人知道，让每个人走进我们的景宁，好不好？非常感谢唤醒环游传，然后感谢大家，我的每一位朋友们真的可以让我们的这次旅行成型，让大家看到了我的民族畲族，然后有那么多民族的瑰宝，等待着我们大家去挖掘。马上就要见到哥哥姐姐们了，儿子小兴奋。这个天蓝的像漫画里一样。哇，一个！哎呀，我看见眼了。杨九郎大挑战！啊！哥，我看看啊，不行，演了一个睁眼瞎。哎，你让我真的，你做个人吧，好吧？这是畲族的乌饭。哦。这是青豆糕。嗯。然后这是豆汤。尝尝。这不错。
咱们可以多拍拍你当地的这个你的老乡们，是不是？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出发啦！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这帮人在一起真的像九郎说的，我们中医就行，你们需要高医吗？你们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在一块儿就是有意的磕磕绊绊啊，就要有磕磕绊绊才是朋友。对、啊、因为要是全都是相敬如宾那就不是朋友。没相敬如宾啊就好闷啊。对，所以我也特开心，就是能这么快的融入大家的这个，真是陆如宾，你是陆如宾。对啊，真的大家都是病友嘛，就是感觉都是同病相怜。娘娘说了，下一次你就不要走了，你就来了，你都要来了。小龙就回去了。再见，再见，不联系，再见，再见，再见，不联系。我们从零七年开始吗？零七年开始，因为他们零七年有一个节目叫比赛出来的，对，快乐男生啊，你是在快乐男生走出来的，所以你觉得对于人生的这种，因为你们现在就用观众的话讲，就是又重新再翻红嘛，你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时间的礼物吧、就是在对的时间让我们知道其实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就是因为舞台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就尤其是我们几个第一次合体的舞台是在一个海边，我们就是搭了一个木桩子，我们就站在那一个几个木头上唱歌，都那样了，天上还要下暴雨，然后我们的话筒一会儿有声一会儿没声，我说都这样了都不让我们唱歌，但是我们最后完成了一场到现在都无法复制的演唱会。哇哇，好帅耶，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对，所以因为经过那些风雨你们就变成很好很要好的，有没有骂过交，然后有意见不合啊那些？也会有啊，其实男生特简单，就是打一架就行了。你们会打吗？我们会有拉扯，会有推搡，会有，反而我觉得有那一下才能一辈子吧。你有没有试过自己主动去道歉说对不起，还是你们不用的？我们都没有过。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默契，就不用真的把对不起三个字说出口。然后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刚才这个我是不 OK 的，但是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一块录节目也好，我们去出通告也好，我们永远知道对方的底线，对方的雷区、对方的舒适以及不舒适。哎，我一看那边他说的梗没人笑的情况下，我就会帮忙拖一下、或者说因为大家都有相互之间的默契。哎，那就是你们在一起互相之间情绪价值就拉满。是的，我们也，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我看咱们就是在比拼的那个地方相互之间抢话筒或什么，我就觉得好亲切，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熟人才会这样。真的是，如果不熟的话，都不敢在你面前。要么您说两句啊，对对，要么您说两句，而且永远不敢说，跟拿对方什么开玩笑。对，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病友特别好啊，就特别喜欢这个词，同病相怜。对，其实我们都是神经病。啊，我不是，其实我不是，但是我真的是，我是又美又善良，然后神经病的朋友。就反正有机会吧，就一块住院。娘娘说了，就如果美是一种病的话，我已经没救了。说了吧，天哪！看我适合当那个狗腿子。啊，现在有三个狗腿子了。娘娘，哎呦，可别伤了龙体。老虎，我就想煮那个菜给你吃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可以了哈，这个。我还没有试味道。你跟着自己，用手吧，好烫哈，没事。哎呀，我还没有吃过。说实话。这个拐子有毒。哎，我试一下。这个太可爱了吧。哎，怎么样，昆宁宫的手艺怎么样？景仁宫的王后娘娘做的菜怎么样？我愿永远跟随。我真的太喜欢那个小伙子了，真的太可爱了。哎，我觉得杨九郎可以走了。这
慎行司请睁眼。慎行司请睁眼。好，你要验一下谁的身份。谁呀、啊？王侯，你快点呐、啊！小粉，你闭嘴了。好，这个是好身份，这个是坏身份。OK。好，他的身份是这个。OK。OK。啊。啊？谁说 OK 呀、啊、？OK， 谁说 OK？ 谁说 OK？ 我现在就告诉你谁是坏的。你不要，等会儿你。我记得。不要，我知道。你会说话，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你说的，这个是好的。对，这个是坏的。对，所以他是坏的。是坏的。那是不是外完了？不是说不能说，只是排序吗？那他已经说了。那有什么好玩的？玩完了，玩完了。其实你们如果不 Q 我，我是不会说的。我试试，我试试。他是游戏终结人，不是游戏结束。姐，是终结结束。还没投票。你应该说什么？果然这个人不能信。你到底探亲没有啊？我到底是不是、啊？对呀、啊，你要推呀、啊。现在慎行司的可信力还没有陈思思可信度高呢。慎行司，请睁眼。慎行司，请确认。你验的人的身份是慎行司，请确认。慎行司，请闭眼。对，我只是以为我知道就行了，我没想过要说出来，你知道吗？那你要拉手九郎的票，九郎不知道啊。你要调你是行司啊？我跟他已经说了，行司要赶紧跳出来了。那我真不知道。那我真不知道。其实准确的讲，我都不知道你说跳出来是什么意思。姐姐，我跟您玩一局狼人杀，我现在想我姥姥了。我姥姥就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真的。感谢兰溪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多钱。对，你让我们的游戏增光添彩。哎，我就纳了闷了，我怎么能抽到两回慎心思啊？是故意给我的吗？啊？您完全是实力，完全凭实力。我绝对是凭一己之力呀、啊！我跟你说，您就是古希腊掌管慎行司的神。不是，我是天选慎行司。所以你觉得对于人生的这种，因为你们现在就用观众的话讲，就是又重新再翻红嘛？你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时间的礼物吧、啊， oh. 就是在对的时间，让我们知道其实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就是因为舞台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就尤其是我们几个第一次合体的舞台是在一个海边，我们就是搭了一个木桩子，我们就站在那一个几个木头上唱歌，都那样了，天上还要下暴雨，然后我们的话筒一会儿有声一会儿没声，我说都这样了都不让我们唱歌，但是我们最后完成了一场到现在都无法复制的演唱会。哇哇，好帅耶，我鸡皮疙瘩。九年啊，义务教育已经结束了，领证已经一年了。你这样子给我一个机会看着我、哦、结婚前的感受有什么不同的？A 大姐第一次 ，A 大姐就是 A 大姐第一次。因为我结婚前后没有太大的改变呢，就是我们两个现在结完婚之后，其实跟之前差不多。其实你知道我真的很不一样，就光明正大的。我其实经常不太、啊、都不可以不太愿意聊这个结婚的话题，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很恐婚，就觉得婚姻啊，那你更要聊啊，聊到他们不害怕、啊。说说，让我们听听。其实我只能说是两个人更有对抗这个世界的勇气。你多一个人，你们两个一块对抗这个世界。对。就你回家，你可以两个人总比一个好嘛。对，你可以抱着一个人哭一哭吧。对呀、啊。你抱着人，你委屈了、啊、或者回家。那会不会我听人家说领了结婚证以后一切就会当作理所当然？那不会，不会啊，看人，看人吧，看人呢，看人呢，看人。虎子，你6点要走是吗？是的，我明天去拍照。你着啥急啊？别拍了。婚纱照不拍了？婚纱照让他来这儿拍呀。快过来，咱们聊一聊，把路虎聊走。啊，对，先把路虎聊走。把我聊走感觉。我突然间发现你们戏里戏外都很会送走人。对。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Woo!
真的是迷死很多女生的。虽然这首歌唱的是爱而不得，但是我希望每一位老师今后能够在生活以及工作当中有爱有德、oh. 啊，希望这场雪是吉祥的雪。谢谢路虎，谢谢大姐，这火是怎么开的呀？我来了。哎，大姐，你火怎么开的？来，我来。哎，大姐是古希腊掌管火的神。我是火神。哎，我拿两个鸡蛋过来吧。这样煮最好吃了。好棒！哇，可以了吗？哇塞！谢谢你的情绪价值哦。哇，太幸福了。对、啊。哇，我的天啊！哇，熟的。熟的，没有盐的，熟的，没有，还没，我没看见有盐，但我觉得原味也挺好吃的。我很满足，真的好好吃，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对，好好吃了。那几个尊贵的客人先吃这一盘，我再给你们拌一盘。有没有下毒啊？等着，看会不会倒。这鸡太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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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吃成这样子了？人莹莹刚吃完说好吃。我的天呀、啊！怎么了？是一坨醋啊！啊，对，当然有醋啊，整一颗都是醋啊，好不好？很酸是吗？你吃那火没拌匀？你是不是害我你？你这个人真的是不对你那么好，你是这样对我吗？不是。我很认真的给你拌，但是没想到黄瓜不想让你吃好吃的，你知道吗？那个醋全跑你这来了。我的天哪！这是看人品的吗？我来开火，我不想吃这个东西。老公多少年？到明年我们俩认识就20年了，可真的认识就20年，我们是2005年认识的。哦，比你讲是这样的，认识了以后呢，那3年还是 QQ 年代，啊，对，然后经常会在 QQ 上遇到，以后，然后真的是一年顶多就2回，然后说，哎，你在呀？干嘛呢？最近忙吗？有时间吃饭？好，下线了，然后就消失了。然后还跟我好朋友说，我说这个人很不靠谱，每次都说请吃饭，从来也没有请过吃饭。是你喜欢他先的，我对他没感觉。我只是觉得他每次都这么说，说了然后就没后续了。哦，其实我们后面正式见面都是过了3-4年以后，就是开始正常的像朋友一样，他慢慢的进入那个阶段。嗯，对。